这个 case 呢是在米萨嘎，这里呢有一个一间的屋子，大概150尺左右。今天呢过来铺地板，把这地板换掉，做一个收边，在这门口，先把这个玻璃门卸了。为什么要换呢？这么好，因为这里都起泡了，都是猫尿。味道很大，然后这门边 casing 被泡发了，都是被泡发了，所以呢都要换掉，因为味道很难闻，所以没有办法保不住了，所以换掉。地板已经买好，对，这个呢是一个 townhouse，然后这是2层，锯呢就在下面切就行了，来回来去的，这儿。能保持很好的卫生，好吧？好，先这样啊。OK，地板在这儿。好了，这个地板呢就拆好了，现在拆好了，然后做一下清洁，下一步就可以铺了。该卸的卸，该做的准备都做了。对，你看这个还湿湿的呢，还是硬的，猫尿。这尿的挺多的，应该是。对，好的，就这样，OK。现在这个地板呢铺完了，就这么一个屋，中间做了一个收边条，过门槛儿。然后这些 baseboard 呢也都是换新了。对，好了，就是这样啊。baseboard 也都刷漆了，可以，没有问题。这个猫尿味儿呢，荡然无存，可以。OK。